哇塞，下着雪的帕西欧正在举办冬季派对。汉森称：“哇，怎么办？下着雪的帕西欧。”啊，我们今天想讲这个呢。身穿冬季服装的达尼亚威，怎么讲？怎么办？那我跟观众讲一下哦。你看今天更新的这个主界面的这个圣诞节风的外观，真的是很漂亮。这个吗？圣诞节。圣诞节的风格，你看，我们今天到暴雪服王，有谁？哈哈，菊草叶跟小皮可以在外面互动。啊，我们的宝可梦我能显示出来了。今天居然出新拍组了，我就不得不讲了。啊，他的宝可梦是雷贯王。欸，我好佩服这个手游，为什么他可以抢先就出一些新的宝可梦啊？他可以出宝可梦 GO 没有的东西欸。等等，要怎么讲？想一下。啊，我们先讲雷贯王啊，好不好？然后之后再看看吧。我真的傻眼了。你打打去，直接看一下比较清楚。其实更长非常的圣诞节风啊。这也不错。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主线打到这边了。稍微打个一场。真的太夸张了啦！为什么他可以抢先宝可梦？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重点就是说，他要赶快出那个线上对战，他都不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反而是他都有 Pokemon Go 没有的东西，就好没。